贵人。爸爸，好久不见。叶丽佳。哎，翠丽啊。哎哎，等等，我盖小姐。姐夫嘛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这种代表来的朋友，老够客啊，刚刚生。曾贵人也是一个救命的网红哦，网红哦，啊，不怪看起来这么水。你叫曾贵人哦，哦，这名赞，我只爱捧你好气呢。谢谢谢谢，贵人，哪来？你等下家己哪无讲一下，我就想念你的手艺呢。啊，这是领导的餐厅吗？台菜哦，啊，无做法餐啦、哦？嘛是有做啦。哦我都是有加入一些西餐的做法，你敢要试看卖？当然嘛呗，我即个就是专工来吃你的物件啊。你也是甲以前同款热情呢。讲实在，我都多谢你以前吼，这样你听我支持我。一定爱啊！我吼第一个吃到你的物件时阵哦，我就知吼你是最厉害的主厨。我看吼，我应该伫海口家买一间厝，安尼才有法度常常吃到你做的物件。为着接到我做的物件去买一间厝，敢会伤怕？那哎，我是你上大的粉丝呢，有你上刀山下火，还算啥啦？唔免这么拼啦。阿弟吼，啊，今麦敢有啥物新菜单哈？新菜单，嗯，阿伯真有好诶。阿弟，我来提醒一件事，就是你的菜单面顶吼，一定要附上照片。因为我之前哦，食你法餐的时阵啊，你的名哦，好甲乐乐长啊，看甲无啥啥，人客吼买点菜点甲无啥啥啦，所以吼一定要附上照片。相片，对吼，相片。今天多谢你，你真的帮了我一个大忙嘞、哦，你真正是位贵人嘞。哦哦哦哦